我的妈！天啊！我的妈！我要卖没了！卖没！我们死啊啦！完了！死人！快！我要死！干！等一下都可以，我生命意思怎样？完蛋了！有一次怪，哎，救我！救我啦！我可以分享了吗？开始了，这样卖哦。你就进行游戏就可以了。你不知道怎么开游戏就可以了。我们是要创角色吧？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规则呢？<笑>你不能讲性话，酒精产品也不能讲，烟草产品也不能讲，非法药物跟货物质也不能讲，除此之外都可以讲哦。好严格，很严格。我们今天怀旧一下，网咖玩一下那个新赛季。我们还有个规则啊，什么规则？全裸挑战吗？全裸挑战。对啊，的裸啊。等下武器可以吧？可以，武器可以。武器不行是要玩？对啊，怀旧个屁，跟我怀不到。<笑><笑>这天梯专家就死掉就没了嘛。来。 屌，屌死我！这是十几年没玩了。我玩也蛮的，玩法师，加入频道大厅，加入频道大厅。哎，你们知道这样可以把那个语音开那个？可是那个很吵。<笑>中路自选没输过，你们有遇过那种网咖里面都在玩暗黑的时候？有啊。 Assassin，哎，我记得大厅那个宝石以前去刷宝都要一直点，迷信，真的，我以前都被抱大腿，我都进别人的房，然后他们都开牛关，桑拿尔夫 ，check 一下那个不是说裸装，裸啊裸啊，你按 F 可以那个拉近，裸说 F 拉近，你要过来看这个阿卡拉的，我是阿在乎的那个，按 G 是马赛克。 哎，暗狙你们会看到以前的那个大头贴，你看到吗？出发吗？出发。那个肉盾先请。哎呦哎呦哎呦！哎，以前有电视节目在打 PK 赛的，我有在看。哎，有人穿衣服啊，有人偷穿衣服。哎，等一下，我捡的自己穿的。哎，我们个别看的都不一样嘛。一样的。你们过来看这里，你们看这里是不是写特等的飞刀？你们看到吗？对啊，那你们按 G， 它变超强的飞刀，应该可以喝水吧？喝水可以啦，不喝太硬的啦。要多难？哦，你们升级了吗？我升级了，升级了，升级了，升级对不对？全部给我点皮。哈哈拉维会叫你不准过，快回头，快回头。他这边经验比较高啊，没有理他的。喂，对，这边有很多。我们去哪里？要过去。越来越多人哦，台湾 boy 开了越来越多人了。他怎么那么快？他们在干嘛啦？他们不会死了啦，这么嗨。精英怪，失火，蓝。哎呦，这个，为什么精英这么快？多人哎，失火，对，出装了，黄装，黄的哎，这是一个传奇。没有，但黄色才是。是什么？是什么？我们怎么会有圈圈读取中？这是什么回事？半天删掉的东西，好像是每个人是不一样分开的。对。而且他没有骰装哎，那捡到就你的呢。看我不知道谁是谁。真的，野蛮人做一个看得出来。怀念哦，以前都会去赌博，对不对？基德吗？怪盗基德。基德。干买不起。超贵哎，5万。我现在讲，他可以重置点数。他只有一次哦，这个只有一次，这我记得很清楚，这只有一次。阿卡拉看起来年纪有点大，我们去找小姐姐，小姐姐也蛮大的，你知道吗？在哪？门口这个也蛮大的。真的吗？我看，这跟小姐姐同一个模组啊。哎，他是佣兵吧？基因，你们认基因呢？开了。哎，那本书，你们这样怎么死？怎么死？经典爆炸，看找到这个洞了啦，这个啦，血在这。在我们有几个画面嘛？这，怪，一群怪来了，这个大哥没来，我们死定。玩家至少到达等级9才可以互相设为敌对状态，开 PK 吧。我们一上9等就把他扁死，他现在应该是听不到。他是我们的隐藏大魔王。哎，有人血量，小心哦！我看到桑拿尔夫偷穿头盔啊！我也看得到你穿头盔哦。你那个很明显哦。哎，你的血剩一半哦。那个剩几十了。那个魔王。吴大道怎么整用标的呢？血压高那个已经被那个圣骑打掉了，真假的？第二个任务啊，那个已经打完了。什么？哎，这很经典哎，经典体验啊！哎，这是打啊，打死打，对，还不行，是不是？还不行，是不是？还不行哦，还不够，他要再屠村了，是吧？这传送门也太多了吧？我们要先去那个乱石旷野，
乱石在哪一个门呢？矿、欸，他们是在乱石矿哎、欸。矿也没有哎、欸。天哪、啊，爷爷这边呢、啊？哇，这里，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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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定了！哎、欸、呦，他这里是开了哎、欸、哦，这是牛关吗？还没吧？这不是还没，牛关要去里面拿个腿。我看是打完了啦。我看已经没了啦，我看是打完了啦。他任务已经解完了，普通难度全破才能开。人说无油烤，我不敢相信你打死了邪巫，我连看都没看到哦。任务结束哎、欸，任务结束，任务结束了，任务结束。完全没有体验到。久等可以打他吗？我等，我等他久等哎。点选对该玩家，谁谁在那边跟我交易？等一下。哦哦，不离开了。干干啊！干、啊！我们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他进攻了，再把我们一堆怪打死！干、啊！真的是乱石矿耶！完了了，那我们乱石矿人哎，我们要不要对小黑产生敌意？好多人哦！弟啊，要去黑色荒地！哇哇！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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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那个是盖乌，多人的比想象中的升级很快。有队友在硬的哦。哦，我够铁哎，我够铁哎，我够铁哎！有人要 Q 了，黄血了！哎、欸，桑拿，桑拿不死啊啦！哎，AK 怎么离开了 ？AK 离开了、欸、，AK， 喂 ，AK 语音都不见了。有人说网咖没加时速啦。时间快到了，快跟上，快跟上！好怀念哦，哎、欸，这是哎、欸，各位来听我说，我要去找网咖。原来你不是在网咖吗？我一小心哦，女伯爵来了，就先哎，就先哎，来了来了来了，这个唱的哦，哎呦，赢了赢了赢了！等一下，符文有一个人拿到金色的东西，我看到了、哦。希望希望符文符文呵是哇这个符文是什么呵吧你谁在那边狂捡了前面我的钱就没了要先设定好 F1 到 F8 才有办法滚这个给你不是我在讲话哎、欸、我的技能跑哪去了哇哎、欸、我怎么记得以前的小王会直接显示在画面最上面那个是暗黑吧、欸、是吧那、啊、我们现在不是在玩暗黑山，来帮我！有鱼之盾，阴郁之 ，Andy 过来，Andy 过来，两组的，拉出来，铁匠来了，铁匠来了 ，Andy 过来，谁在门口？谁在门口？不要打了，出来哦！哎，都出来，完了，第一张的王被打死了，第一张王被打死了。你来，什么也没有掉哎、欸，打死了、欸！真的第一次网就没了呢、欸。哦，我可以去商队往东了呢、欸。中路自选没打到，按 G 然后离开画面，那个是以前的、欸。我记得会动画，对不对？前往东方。要帮要不要帮？我装哦，好可怕、啊。哦，是不是有木乃伊的那个吧？还有我的骷髅法师。哦嘿，怎么会有那么大只，四根手指头的？哦，对啦。哪里？哎！完了！我们的旅程就到这里了。你们现在开始掉水了吗？你们把水都把水浅光光。哎、欸，这个桶是痛的、欸，哎，这个是筋是痛的、欸，哎。要一起上啊！谁在那边卡住？不行哦、喔！哎、欸，完了！哎、欸，不要在那边卡啦！右边有人在赶我啦！你真的很卡、欸，谁卡我了？走开！爷爷走开！天哪，完了！慢妹啦，慢妹，我被吸啊啦！完了，死人！快后面死！干！等一下都给你！我退不了，我被卡住！我生命意义是怎样？完蛋了，有一只怪！哎、欸，救我！救我啦！救我！爷爷没事，没事。我先回家。王来了，王来了，什么罗特？哇！谁在那边开宝箱？我啦！啊，是我啦！我记得点我。这个有人是不是死了？有人是不是死了？你们死啊！等下桑拿尔夫死掉了吗？没有，快了。那个账给我，拜托。哎，这是场账啊。
你是用惨杖？这什么陷阱阵啊？哎，王哦，哦，博弈王哦！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等一下，那我这么怪，我死定了我！好，我来，我来，我来带你们，我来带你们，跟着我，爷爷，跟着我，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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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蜘蛛搞定了，我们哎，完了，干，啊、死掉了！爷爷爷爷哇，干！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爷爷走了，看 ！Oh my god! Oh my god! 爷爷就这样走了。哎，爷爷离开了我们的世界。天梯模式就是你现在创一个天梯角色，然后有新的符文跟新的装备，然后天梯结束，你那个会变成普通的角色。那我们就我们创一个一等角色去 PK 一下，然后直接结束。哎，要九等才可以 PK。是吗？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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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是这样。啊、算了啦，算了啊，算了啦。